乡亲父老能够多到澎湖来。澎湖是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地区啊，我们明年有世界最美丽海湾的年会，我们澎湖发展低碳，发展绿能，发展医疗啊，发展国际的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到澎湖来看看世界最美丽的海湾。澎湖乡亲热情，澎湖的海鲜回美，澎湖的风光，美丽风光啊，欢迎大家来，也愿意上帝祝福这个土地，上帝祝福台湾，祝福所有的乡亲。也希望有很多弟兄姐妹为澎湖地区祷告，像跟台东一样，我们希望有很多人祷告，祷告的功效很大，愿意澎湖，愿意全台湾，就是有很多祷告的勇士，祝福这块土地。